我们讲清扫淋巴结，就对那些浸润性的肺炎，真正的会转移的肺炎，也就有转移功能的肺炎。我们说胃浸润癌、原位癌，开刀的时候可以不做淋巴清扫，因为它谁都知道它是不会转移的癌症。那么对于那些手术中我们怎么判断呢？这个癌症在手术中我们一定会做快速病理检查的，快速病理检查告诉我们这个病人是一个浸润性癌。比如说，他说这是个浸润性腺癌啊，是一个鳞癌啊，那么这些都是会有转移潜能的癌症的。那么对于这些病人，我们要做规范的清扫。所谓的规范的清扫，我们知道在胸腔内，一侧胸腔内，它有分第一站淋巴结和第二站淋巴结。所以说，我们左侧加上第一站、第二站有11组淋巴结，啊，当然卫生部规定有一个最低限度。要清扫3组纵隔，3组这个第一站的。那么我们讲这个最基本的要求，我们说每一个医生你在开肺癌的手术的时候，你是最基本的要求要做到。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专科医院，像我们这一二院的胸外科医生，我们就要做系统的，不是不仅仅限于这3组。如果这个病人是有转移潜能的一种肺癌，我们一定做全清扫。也就是这11组我全都要把它清扫，这样子的清扫才能够使得它一个准确的分期。如果说你有一组不清扫出来是转移的，你就永远搞不清这人是哪一期的啊。所以说准确的清扫，第一个是能够准确的分期，第二个我们治疗之后给后线治疗的科室要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如果这个病人是需要化疗的，需要放疗的，他们科室的医生一看我们这个手术后的病理检查，他就很清楚你这个胸外科医生质量做得好不好。第二个，这个病人分期应该分在哪一期。第三，他应不应该